太夸张了啦！我的天哪！其实我要讲的是说，就是全新，因为大家知道极速练习是过年出的新手游，然后其实已经生日快到了。接着也海王啊，所以今天啊。你们不要再邀我了，好不好？最近比较想要去那个大厅玩呢，我比较想要去休闲区玩呢。嗯，比较热闹。我比较好奇，现在有人在玩排位吗？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啦，就是我打到第一名，这样也没什么。那就跟看聊天室的玩家还比较有趣一点，其实跟唱舞很像。啊，你好喂，你修他们啊？我一来就被打了，傻眼猫咪！你不要动啊！你不要动啊！你动我怎么看你？鎏金很像讲过了，整套。我觉得这种是到一个飞式啊。